凌晨2:57，彰东综合批发市场，这里是辰海的彰林，这里比我们想象中要热闹很多，因为是批发市场嘛。准备的买卖是给着来这里进货，第二天到自己店里面卖的。那这么早，这边已经有很多鱼粥啊，那边猪脚饭已经开门了。然后这边的猪脚饭是在点餐桌的门前呢，会放一张凳子让你蹲在上面吃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也是来吃猪脚饭的，就是要等这一家。这家呢，听说是3点准时开门的，现在还有2分等他开门。哎，搞错了，是这一家哦，这家才是老龙。然后这边的所有的猪脚饭都是跟阿龙相关的，这边是新龙，那边那是个阿龙，阿龙还没开门，老龙已经开门了。阿龙要早上6点，现在阿龙，你看一下，到底有多少人？好多人，好吧，我们去试一下，就蹲在他门口试一下。你这里不不爱到条都在走了，苦难这个。两位，痛痛啊！痛痛啊！痛痛啊！这加料也有滋味啊！这。有那种感觉，哎，红颜色的味道。啊，来这边吃吃尿。吃这个鸡鸭子多呢。还冇病了，衰衰。来杯瓜子多。瓜子不？先煮只简单嘅。好。你觉得是吃的那个做工过，还是做工过的那个？我讲吃的就来猛硬菜，猛的光就夹菜，你袂袂的就来休息咯。啊，但是那天我得过水饺咯，过菜就变慢。是，遇到了非常热情的东里的朋友。然后呢，我要排一下队，我要蹲在这里吃。那那恁3点开，恁恁的话不会3点就开？开始。哦好，谢谢哈，谢谢。咱只酱呢少，咱只伊就爱排酱，爱排酱就油炸。你卡娃娃我唔好啊，我个麦汁量倒水，但你卡娃娃唔好，你哋只做一只红蒸。好，谢谢。你时间就三点，你等下。开工。祝恁家的大堂。那几位兄弟呢，已经帮我买完单，还没吃就先帮我买完单了，感谢东里的热情的朋友。我看我那几名字啊。有的就落卡卡就有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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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来到五澳噶，哦，谢谢。你们两个是跟着家己习惯落这个菜脯，菜脯是落到碗里去放，放放顶下。在暗下。在暗。哦。下起来就。米浆油是怎么做的？蒜头。蒜头，啊好。这个是挺香的，是上面还放了一点香菜。所以喝进口的口感还是蛮爽口的。这个是卤肉，没有骨的，就是瘦肉加猪皮。这一块是猪脚，我这一碗呢是双拼，所以呢有卤肉跟猪脚。看到外面一层啊，好像有加了一点酱料，特别的香。你在外面这样猪脚饭的，它也是冷的，但这个是冻的，啊，就是已经冰冷的那种猪脚饭，半自制的猪脚跟卤肉是冷的，有点就是冰火交融那种感觉。好吃吗？12碗，那就是20几碗。它有它自己本地的这种风味，跟着吃不是很习惯，我们就去坐着吃吧。啊我们来加一下它的菜脯料，这菜脯料是加在饭上面的。好，嗯，很开胃哦，它是大的菜脯料，特别是开胃，特别是爽。告诉你为什么大家都是凌晨来这里吃猪脚饭，因为来这边吃完猪脚饭，大家是要去干活的。因为这周边呢是很多的农地，很多的农户是凌晨差不多这个时候睡醒，就来这里吃一碗猪脚饭，然后去上班。所以呢，这两碗，一碗补充能量，一碗补精神，就加起来去干活就比较有力。
我们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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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批发市场周边呢，有四家猪脚饭，三龙一地，啊，新龙是3点收摊的，老龙是3点开门的，阿龙是6点开门的，就大家是有顺序岔开时间经营的。那我看到芋头地呢，它是一直都有经营的，跟其他人时间是不一样。凌晨猪脚饭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